TVB 有咁多劲人，要突围而出真系唔易。我好想拍多啲嘢，不过又唔知问边个好，咁样周围撞真系办法嚟。有啦，正所谓唔知咩打人牙胶丸，我就用美食攻势同啲演员打好关系。噔噔噔噔，呢架美食车有薯片、朱古力、纸包饮品、杯面纸巾、湿纸巾，样样都系独当一面。而家集合埋一齐，问你死未？我仲帮佢改咗个名，叫做移动城吧。有咗佢，我就可以去唔同嘅骑手探班啦。一个唔觉意撞到啲监制睇中我，开套法式旋转电视剧俾我，就发达啦。今次一定要威翻法国。